游戏里的小菜鸡，菜鸡中的战斗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娃娃，今天又匹配到了几个小哥哥，话不多说，和他们一起跳。这几个小哥哥选择了跳监狱，结果有一队比我们到得早。不慌，看我膨胀羊稳稳地落在屋底，等我捡到了枪，就卡在楼梯口，等着一只只小羔羊跑进我大灰狼的嘴巴里。一把野牛，一把斯卡尔，不错不错。呀呀呀，楼下一只小瓜皮，我来不及多想，从楼顶一跃而下。好疼，我忘记是四楼了。好几步成十八米呀，没追上，赶紧往楼上跑吧。啥情况？我跳个楼的功夫都有全凉了。哎，让我说点啥好呢？不是社会人，你说你跳什么监狱呢？好好的地震打打也不行吗？听着密集的脚步声，我感觉我大概还有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去坐下一趟飞机了。老板，请膨胀一点好吗？你的蜜汁自信哪里去了？既然小姚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再坚持3分01秒吧，不能再多了啊！我去，这里有个小瓜皮在堵我，看来这位大哥和我拥有一样的智商，蹲在这里等羊入狼口。不过他能模仿我的智商，却模仿不了我的枪法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再见了，池小姐。哎呦，底下在开会吗？总在欺负人，不管欺负的是谁，先来一梭子打倒一个。结果还没补掉，他就爬进去了。我大牙公平公正不偏心，我们再给原著这家伙来一梭子。还有草里趴着的也来尝尝我的子弹。得，实在是太远了，子弹不多，还是留着跑路吧。把斯卡换掉吧，还有19发子弹了，毕竟斯卡在手，天下我有。万一我这19发子弹杀掉19个人，一不小心吃鸡了可怎么办？毕竟我着急赶赴下一班飞机呀、让机智的我在屋檐上找找倒霉的小瓜皮。哎呀，还真有一个，那先打倒再说。结果还没来得及补掉他，他就爬进了我的盲区。俗话说得好，这个不去那个不来，一只被我打倒的敌人打倒的小瓜皮爬进了我的视野中。算了，这句话只可意会，反正我就顺利的抢个人头就是了。跳下去找那个漏网之鱼，结果就在我毫无戒备的时候，一梭子子弹打在了我的屁股上，完美避开了我腰子上的锅。金鸡咚咚躲进了一个小角落，想必这位大哥一定会来追杀我，赶紧跑先。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东风吹战鼓擂，捧着大腰泡个谁，有种你过来啊，看我不打你个。哎呦我去，他真来了。不慌，我们蛇皮走位荒诞一下。这是个卦，这绝对是个卦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。自从我关注了大姚游戏说，我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屌爆了，屌爆了！哆哆西哆瑞西嗦哆西啦哆西啦哆西啦哆哆西哆西嗦。大姚游戏说这么屌的吗？我也要关注。哆西哆瑞西嗦啦，你。